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红珊瑚休闲居。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，温柔是女人最重要的特质。女人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。作为女人，不管你属于哪种类型，清新淡雅、聪明美丽、真诚善良、独立坚强，如果你缺乏女性特有的温柔，很难被人公认为好女人。真正的好女人应该是爱的使者，温柔的化身。也只有温柔的女人才是最让人心动、最美丽的女人，暗香长留，清美悠远。第一，温柔的女人总是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，从不抱怨生活给予的磨难。她们用微笑的力量去关照、去感化、去影响周围。她们的脸上始终拥有一片灿烂的光芒。第二，温柔的女人是爱的化身。温柔的女人常与爱恋、仁慈为伍，常跟宽厚善良作伴。她们把热忱献给朋友，把仁孝献给长者，把慈祥献给孩子，把关爱献给丈夫。她们是良友，是孝女，是慈母，是贤妻。她们是一种慈祥、热忱、仁厚、道义和爱的结晶体，坚强有力与美丽并存。第三，温柔的女人是永恒的美丽。温柔的女人，她们把更多的时间献给身边的人，无论何种年纪。温柔的女人总是温温情情、真真切切、精精致致，悄悄地关爱着身边的亲人。她们的温柔比情歌还要触动人心，她们的细心比鲜花还要清新，她们的善良比天使还要圣洁，清新如茶，丰富如歌。女人美丽如花，柔情似波，真正的好女人应该是爱的使者，温柔的化身。让我们都去尝试做一个温柔的女人，去接受幸福，去品味孤独，去沐浴忧伤，把每一次的成功都想象成一种幸运，不去自傲。你会收获爱和尊重，用微笑和温柔去对待这个世界。你的世界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你的生活将会阳光铺路，清风拂面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，记得收藏转发给你的朋友，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，添加关注。谢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